记着，你的功夫还是本宫教的呢。公主威武，属下甘拜下风。这些天，你都去哪儿了？我以为公主并不想见到白羽。谁说的？这些天本宫一直都很…… 本宫的意思是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我是最亲近的人，理应互相扶持。公主，这里的钱总监和五皇子殿下长得非常相似，公主应该发现了吧？属下食言，请公主恕罪。你先起来，别被别人看到了。还有。 以后不准再在本宫面前提那个人的名字。是。不论本宫是否能回到北凉，本宫都不会再和那个人有任何一丝瓜葛。像那等背信弃义、薄情寡性之徒，本宫早已弃如敝履。公主，其实……眼下还有一桩要紧事。什么事？你先起来吧。 考虑面貌有毒约。公主，有一个人肯定能帮到你。嫂子，百无我闻，高没搞错。有请，原名柳强，23届全国服装设计师大赛金奖得主，被约海狮奇才，3年前销声匿迹，查无此人。厉害，连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都能查得这么清楚，不愧是我七哥。牛啊！大隐隐于市，没想到老板竟是帅高人。 什么世外高人，不就圈子里混不下去了，被迫改行而已。这是为何？哎，那些糟心事不提吧。总之，老娘不当大官很多年，帮不到你。那个老板，能不能帮陆琪一个忙啊？ 这么说，七哥，你就欠我一个人情了，那我就可以对你为所欲为。是。逗你的，你这么酷，我哪敢啊？不过七哥的面子，我肯定给。